心高热，众神可注意的，为我解脱，爱人之道，向主永归荣耀。主，我已把这样的事情向你交托仰望，求你赐福下面的事情，祝福。你的话语不配得到奉主的求啊。西北的书我们第二讲第一部，第一部分是基督的说事，比如说基督的基督的超越，基督的基督的超越，就是说他本身的超越性。经文呢是1章1节到4章13节。主要的是主要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基督超越先知。第二个是超越天使。第三也是超越摩西。有的说基督比先知更美，基督比天使更美，基督比摩西更美。我想不是说基督超越天使，基督超越先知，基督超越摩西。这第一部分呢，主要的是讲的基督的神位，基督的本身，基督的说事，基督是谁，认识到基督的超越性，基督是至高的，他超越一切，他为什么？那第二部分呢，是讲的，基督的施工，基督的说多，基督说多的超越性，基督所成就的，基督的施工的超越性，那第三部分呢，是基督信仰的优越性，这三块，一个是基督的超越性，一个是基督施工的超越性，一个是基督信仰的超越性。西北来说就这三块，第一部分也是基督的超越性，就是1章1至4章13节，或者说基督的说事，第二部分呢是基督施工的超越性，基督说道的超越性，4章14节到10章18节。第三部分呢是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基督的信仰，10章19节到13章25节，一个是基督说事，一个是基督说道，一个是基督的信仰，西北来说就这三块，就分这三块。那因为北京我们讲了，那由于有些西北来信徒呢，他受到了那些冲击，因为他对基督真理不清楚，所以这些对他影响很大，因为在信仰上，在这真理上不清楚，那么他好多人呢就受到影响，甚至要回到犹太教，回到犹太教的原因呢，主要原因是在信仰上不清楚。为什么在信仰上不清楚呢？一直是有人认为是犹太教是旧约的信仰，实际上不是。实际上西北来说就是解决这问题，神二神的话
那么，人就是认为犹太教就是根据旧约圣经，根据旧约圣经。那基督教呢，好像是，忽然变了，也不受割礼了，他们圣殿还在，旧约那些守了这么多年的律法呢，现在你忽然因信称义，听不明白，背经已经讲了，当时信犹太中信主的有好多，他们从这个，从那种犹太教的信仰那种靠律法成义，这种一直秉持着这种，一直秉持着那种旧约的传承下来的那一种，那种信仰习惯那种信仰的，那种信仰的方式，一直到犹太教。现在一到外邦，因信称义，什么不用做，要那么犹太人白受律法了吗？这犹太人白做犹太人了吗？亚伯拉罕的后裔没价值了，那么这件事情割礼也白受割礼了，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这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就要没看到。那割礼那都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摩西律法那是摩西在山上神亲自传授给他，而且十条诫命写到石板上的，以色列神领他出埃及行了神迹，神是以色列神的选民，你忽然讲犹太人他并不能称义。在神坛不能称义，那么只有信耶稣就称才称义，而且称义呢是白白的称义，也不用守律法，也不用守割礼，也不用考律法，不是不用守律啊，不用考律法，就光靠耶稣的宝血，白白的称义，也不需要行割礼了。就犹太人，这个外邦人也不学，所以他们，那么这种信仰好像，原先是一个民族信仰，现在是一个普世，一个，现在是一个普世信仰，这个变化很大，这个当时的好多的犹太的信徒呢，他们就受到了，因为在真理上不清楚。那么他也在信仰上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人要退回到犹太教去。那么作者呢，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写本来书，写写本来书呢，就是首先讲基督是谁，基督要你做了什么。基督的信仰是怎样的？就从三个方面那么就这样，第一，告诉他们我们信这个耶稣是谁，为什么信耶稣不靠律法就能称义，为什么只靠耶稣就能称义？那么他们是信的旧约的先知，那么他比先知更高，那么么？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众报之手，借摩西之手传下来的。说主耶稣基督远超过天使。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守律法，他们靠律法称义，他们着着信摩西。那么这里讲基督远超过摩西，基督远超过众先知，基督远超过天使，基督的远远的超过摩西，基督的说是讲这三块，首先讲基督是谁，因为作为犹太人来讲，他们高举圣经，他们相信圣经，圣经是神的话，
那么生命是借着种下之下的，那么基督的原处和种下之，那么他相信律法，他们崇拜天使，他们尊重天使，那么基督原处和天使，基督和天使的做比较，那么他们相信摩西，基督原处和摩西，基督是谁，摩西是谁，基督是谁，种下之谁，基督是谁，种天使是，这是从第一个方面，讲基督的说事。第二，基督的说道。第二，讲基督的说道。那么基督的赎罪呢？第一个，基督的赎罪远远的超过它是超越祭司的职分，圣殿中祭司。那么圣殿祭司给人赎罪。真正能够赎罪的不是圣殿的祭司，而是主耶稣他，主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是真帐幕的大祭司。地上的祭司呢，地上的会幕不过是一料，那么再说呢，第二点呢，说，基督是中保，基督是新约的中保，那么。基督是新约的中保，就是8章11-13节，那么第三点呢，基督以身体做了完全的赎罪祭，做了完全的祭。那么基督的事工，以色列靠什么赎罪呀？一个是靠祭司献祭物、献赎罪献、赎愆祭，有祭司做他们中保，在神面前做他们中保，有和神那种约的中保吧。那么基督呢是新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这样呢，只有基督才能真正为人赎罪。那么第三块就是基督的信仰。基督的说事，基督的说事，他远超过天使，远超过先知，远超过摩西。基督说做呢，基督真正能够赎罪。只有基督，他既是祭司，又是祭物，又是中保啊。只有他能够使人靠着他才能得救，人靠着他才能赎罪。那么他们相信旧约的祭司，相信旧约的圣殿，相依靠旧约的祭物，那些东西他不能赎罪，只有耶稣能赎罪。那就是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基督信仰这一部分从那个那么第一点呢，基督在基督的盼望和能力，第10章，11章是讲信心，12章是讲盼望，13章是讲爱，这个新王爱，讲新王爱。11章讲信心，12章讲盼望，13章讲爱心。好，这是整个的西北来说，就这三块，就针对西北来人的这种光景，这种光景，第一，基督是谁？基督说是，第二，基督所做的，第三，基督的信仰，基督信仰的优越性。最后讲信心、爱心、盼望和爱心。讲信心呢，自古以来每一个时代都有信心的见证人，从亚伯、以诺、诺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还有摩西、还有众先知的撒母耳、这个还有大卫还有众先知的事情，等等等等，
信心讲人讲信，信是双人十六一样，这是全句。这案件第一点，基督的说是第一点呢，基督超越天使是先知一章一至三节，我们讲第一点，讲基督的说是基督本身的超越性，基督他是谁？先知能不能和他相比？天使能不能和他相比？摩西能不能和他相比？你信先知，你崇拜天使，因为律法师借着天使经众保之手传递下来的。你相信摩西，那你为了相信天使，相信摩西，你为了摩西，为了信众先知，那么你不信耶稣吗？你知道耶稣是谁呀？你知道基督是谁呀？那这众先知他做的什么？他受耶稣做见证的。天使什么的？天使服役的人，是为将来承受救恩效力。那好，第一点，基督超越众先知，一至三节。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得方的小谕两奏，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约呢，又早已立他为成熟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说法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吸引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上。这有别的，这希伯来书的开始就有高大上的感觉，就像约翰福音的开头的三四节一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万物都是向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向他造的。”神的在他里头，这神的神的光。这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三节，一至三节，一种崇高，一种崇高，一种给人一种敬畏的这么一种感觉，那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至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假造的，神在他里头，这神的神的光，这句话不得了啊！一个是基督和世人的关系。基督和上帝的关系，基督和万物的关系，基督和万物的关系，万物的，那么基督和人的关系，和神的神的在他里头，这神的神的光，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呢，这里说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两奏，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成熟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神。这里第一告诉我们有神第二他永远活着，第三他一直在说话，
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第一，首先告诉有上帝，上帝存在，上帝赐自古时到末世，它是一直不变的，一直存在的。第一有上帝，第二上帝是自古以来，从古时到末世，一直它是永远不变、永远存在的。第三，他一直在说话，向谁说话？向人说话，向人说话，向神明说话。人一代一代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虽然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是十年九十年，讲到上帝啊，他世世代代造民的基础，诸山未曾生出，地势也未曾造成，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上帝。那里上帝是用永恒的方式存在，上帝不但存在，他以永恒的方式存在。那么我们一代过去，一代有来，但是他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础，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础。他什么时候的？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还没创造之前。从过去永远到将来永远，你是上帝。至于人，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誓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做人有路，奄奄一根。那么这里也是讲到，上帝不但是存在，而且他是一直在，从古时到末世不改变，在一直存在，而且他在说话。那么，世界上假神很多，谁也没听说假神说过话。信各种宗教的，你听说别的宗教、别的神他说过话吗？什么神说过话？人造的神说话吗？那么也有变的，他说话的，但是那是人变的，人变的，人造的。你可以说如来佛说话了，菩萨说话了，又是显灵了说话，他那样说话，他有什么连续性吗？这个人说，那个菩萨给他托梦了，哪个说？什么神和他，他做了梦，什么神和他说话台湾那个警察总统的什么人那个男的，他说马祖，他信马祖，马祖给他托梦了。他说你要警察总统，你肯定选上，选上。哎呀，他结果马祖给他托梦，让他竞选总统，他说做梦，到现在落实也没选上。蔡英文下来了，看来马都说了不算。你说他想选总统，他说马都给他托梦，那个神呀，就是为了他选总统，告诉他让他选总统。那么，因为那不选总统，那马都给他说什么呢？那么马祖说点话，你能不能形成一本书，前前后后都是好像一个人的思想？他前面说什么，后面说什么？他说话什么目的，带着什么引导？他到底什么意思？要传达什么信息？有没有这样的？这才叫说话。说话去表达思想，思想它有逻辑性啊，它得有目的性啊。那就说实在的，那假神他没有说话。有人说这个什么神给他托梦了，又是神话故事到了，那些东西都是造的。真正说话，说话都有意思的。你说这个托梦，哪个托梦，那都是自己造的，自己编的，也可能是受魔鬼的迷惑。我们看到上帝他说话可不讲，从古时到末世。从古时到末世一直在说话，他说话都是有目的的，
他说话都是从因为他的话是永不改变的过去，什么现在是永远说什么，他的话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说神话说话了，和圣经说的不一样，对不起，我也不相信。因为圣经是神启示的记录，神的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旧约到新约，没有前后矛盾的，没有啊。几百年前说这个，后来又改了口了，说那个，前面是这个原则，是人的，就后头又改了原则了，没有。前面让人考虑法成义，后头就叫人因信成义，没有这样的。啊，过去是这个想法，后来又改了想法，没有。这就说，那么上帝是独一的，啊，那么或者又称为神的，那都是人造的，是虚无的。啊，那就是假神，神它不存在，更提不上永远活着，而且呢，啊，他不会说话。我们看到人造的神，都是人造出来的，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一个神，都是造出来的。那没造出来之前，没有人信这个神，啊，那岳飞后来。人把他当成神，关公人把他当成神。那么以前的时候，关公是神吗？关公活着的时候也没说是神呀，关羽活着时候也没说他是神呀，岳飞活着时候也没说是神呀，死了之后也没人说他是神。多少年之后，人把他说成神，而且还说他显灵，啊，把这些一些人物都奉成神，啊，还造了些其他的神，那都是人造的。但是上帝他是主动的向人说话的神，那么真正的信仰不是人造神，是神来找人。我们看到，神是从古时到末世一直在说话，从古时神记在古时，借着中先知多次多方的小预言族、小预言文的说话。向列祖说话，那么上帝怎么说话呢？借着中先知向人说话，这是旧约。那么旧约呢，就是神借着中先知说的记录。那个旧约圣经怎么形成的？正殿怎么形成的？主要的是一点。就是作者是不是真正的先知，是不是神的先知，先知上帝口，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唯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只要是真先知，他说的话，他就是先知上帝的口。那么神记在古时，神在古时间中先知多次转化小点都是旧约。九代末世接了他儿子小约文，这是新约。新约他儿子道成肉身了，旧约他是接了中先知说话，新约就是接了他儿子说话。那么接了中先知说话呢？啊，是多次多方，多次是一次又一次的，多方呢是多种方法、多种方式，啊。不是一种方式，多种方式、多种方法来向人说话。那么旧约是多次多方，加中线的多次多方。那新约呢？不是多次的，新约是借着他儿子向人说话，借着神道成肉身向人说话。上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进入神的像。啊，旧约是多次多方，新约呢没说多次多方，就是他一次显现。那么，这是的新约是借着他儿子向你说话，啊，借着他儿子向你说话。那么新约的旧约是主亲自讲的，那么其他的主亲自讲，使徒也好，今天传道人也好。那么神，他们说话是什么呢？他们是见证，
战争解读。维主大战争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其实战争谁得到？这样呢，就是说，身在股市，其实中线值不是一个线值，是中线值。中仆人，那么多次多方呢？多次多方是你一次又一次，不是一次性的。多方呢是多种方法、多种方式。我们看到从九月神的启示是多种方式向人启示，有语言，有语表，有教训，有律法，有礼仪，有异梦，有异象，有应许，各种方法，各种方式。我们看到九月，神，借着各种方式，语言、语表，一梦一想，律法、诫命，神在上上显现，语表，还有那些，那借着些语表，还应许，就是说各种方法向人说，各种方式。中线值是出现，它不是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而是从古时一直是一代又一代的，是每一个时代都兴起线值。为什么兴起不同的线值？因为他人呀，他总是有寿命的，他总是要死的，所以这一代过去，那一个又来。但每一个时代，神都要兴起先知。每一个时代，我们看到圣经就是借着众先知，写的。为什么用多种方法、多种方式呢？这说明神用智慧向人说话，神用智慧向人说话。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上加律。为什么呢？因为人听不进去。为什么多走多放？说明神是用人的心向人说话。我们看到神一次又一次向人说话，人听不进去。神说：“我是这百姓有目了心耳朵发沉，听着听着却明白，看着看着却不晓得。”神的话不是难明白的，但是他心门只有，他听不进去。所以我们看从九月神呼天唤地，我们看到摩西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呼唤以色列人听神的话，说天哪要听，地要侧耳听。”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第一章一开头说：“天哪要听，地要侧耳听。”应耶和华的说话，上帝的说话，天也听神的话，地也听神的话。现在神说，天呢要听，地侧耳听。我养育儿女，将他养大，他们已经被牛。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民却不认识，以色列人却不了解。天地听神的话，那牛驴，人整天喂他，那么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那么神对以色列，神对他的选民施了这么多的恩典，给人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忍耐，这么多的呼唤，一次又一次的呼唤，各种。多次多方，一次又一次的呼唤，多种方式启示，
多种方式开启，多少种方式希望你听过。我们可能说身上这一点那一点，命上加命，灵上加灵，灵上加灵，灵上加灵，啊，一次又次的警告，一次又次的呼唤，一次一次的严肃的，我把生与死、祝福与咒都摆到你的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灭亡，这是关系人生死存亡。说天哪，要听第二次耳听，因为杨华说话。为什么天地都要听？因为他是宇宙之主啊。一个国家的君王，他说话全国都得听，他有权。一个军队的首领说话，全军都要听。一个师长说话，全师要听；全省长说话，全省要听；上帝说话，全宇宙都要听。亚伯在天堂立定宝座，他的全民同安万有，万有都在听神的话。神当初创造万有的时候，说有命令就有力，这叫听话。他的命令。身上要有光，马上就光就来了。没说第二遍，谁要有什么事就露面而成。但是就是人不听神的话，非要上个十里块一不可吃。马云说尝尝没事不一定死，吃了有好处。结果他尝了尝，断落了。一直到现在，神还是。啊，他开始躲避上帝，上帝呼唤他，他躲藏了，不出来面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开始就人不听神的话，为什么叫不听神的话？你今天守旧约，啊，他认为守旧约，你今天守律法，到底能不能听神的话？宇宙万有都听神的话，神界中现了多次多方小以利亚族，一直在说话，但是我们的祖宗，以色列在旷野神行了神迹。神说：“神灵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应着心，向在旷野惹他发怒。那是你们祖宗失我探我干旱的早有40年之久。我在怒中气上，他们断不可以进我的安息。他们使神厌烦，惹神发怒，使神厌烦，是以致神在怒中气上，他们断不可进我的安息。”主一开头就是说。神自古至今讲的这是旧约，自古从古时到末世神的说法，你不要到底谁符合圣经啊？犹太要符合圣经吗？符合圣经，你知道人听话吗？有没有听话？没听话，万有的听话。我们看到人一直被逆，神记在古时接着中现着多次多方小以利亚族。就是说，神一次又一次的说话，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说话？那又是人不听，人听不用一次又一次说，说一次就行。那有知之人立常知，无知之人常立知。人要改的话，改一次就行，整天改的说明他不改。说你怎么不改？你我天天改，这个天天改得说明他不改。一直没改了，他才说天天改。那改的人呀，他不说天天改，改了就是改了。他需要改了一次就行了，需要改第二次吗？因为改了一次，他应该了。为什么天天今天说改，明天说改，说明他不改？那么听神的话。
你听了一次，你当你听说了听了一次就行了，何必翻来覆去光说？谁呼喊你悔改？说你听谁的话？因为噤若听的话，就不可赢得心。人赢得心，把用神比去了。那过去不用说了，你今天要听神的话，就不可赢得心。像那狂热他发怒的，说，对我俩都说话，一代又一代的，一代过去，一代过来，一代一代都一直没听神的话。神说话了，我说了，但是他不听。那么说用，不听怎么办？不听就散了吗？这个说话是一种爱，说话是一种爱。那你这个人你，你不喜欢他，你愿和他说话吗？你爱他，他愿和他说话。那说话是一种，这一种说说话是一种彼此的一种交流，心里就很高兴，和喜欢人说话，里头就非常高兴，越说越爱说。和不对眼的人，啊，还有不喜欢的人，人家叫话不投机半句多，半句也不愿说。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那不是喝酒的问题，话说不完，和知己人说不完说话，不喜欢的人半句说话是多。为什么向人说话？他爱。你看大人就爱和孩子说话，他为爱他。你看他听懂了，听不懂，小孩还不懂说话，啊，还不懂得满月，就和他说话。说话他也知道听不懂，他就是愿和他说。笑一个他不会笑，他不懂，叫爸爸，他会叫吗？满还不懂得满月，还不懂得周岁，他会叫吗？他知道。他就是，就愿和他说话。那不对头的人倒听懂了，你不愿和他说。那么，这个神向人说话，神向人说话，说话，人说话都是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心意。神说话也是。神为什么说话？神巴不得人知道他的想法，巴不得知道他的心意，巴不得是人真正能够，你认识一个人，通过他的话语认识他，了解他。神巴不得你认识神，巴不得神把心意来，把心话都告诉你。所以神向人说话，巴不得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心，体贴他的心，明白他的心意。所以神要说话，怎么明白他的心意？神向你说话，神说话的目的就是让你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怎么想的，明白神的心愿，明白神在你心上是什么样的目的，神要做什么，神希望你做他的执行人。那么今天为什么多头多放？人不是那个人，他不听，强强逼你。言而不听，那不听神的话，不听就算了。但是他要一次又一次的说，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说？今天你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他往往的烦啊，不喜欢听躲着。你他烦你的时候，你想让他说他不躲着，啊。不是说听你说话了，赶快躲跟前来听，而是躲着，他不愿听，不愿听，散了吧。神变种方式来和他说，用这种方式，用那种方式，讲道是这样，你这也得讲，讲不讲明白？打个比方，用各种方式。总而言之，神是一心一意的要向人说话。那么今天你明白不明白神？主要是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你今天对旧约的看法，对犹太教的看法，对基督教的看法，问题只有一个问题：你到底明白不明白神的话？
你知道神子古时到末世，到底说话跟你说的什么话？到底跟你说的话什么意思？那么今天神让你悔改，你到底听明白了吗？你不愿改，你说改不了，你懒得改。今天神给你预了恩典了，你不需要怎么做，你只要愿意就行，你只要接受就行，神都预备好了，你什么都不用做。神都给你造好了。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人不能的造出来，人所需要的一切，神都预备好了。就像一个小孩还没有生到世上来，他妈妈把小孩穿小棉袄、小褥子、小枕头、小棉裤，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那别人那外行就说了。你这么大人，做这么点儿小棉袄，你穿上了吧？他不是他穿，你没看他怀孕，他要生产了，生了小孩了，小孩一切所需用的，生的玩具又都给买下了，那些这么小他会玩吗？那恒心那个还不能满月那个谁那那是刚满月那个李淑清买了个叫什么什么小汽车，那是他能玩哪个嘛？啊，这么小，他就给他准备好，那么神就说人，人说需要恩典，神都给预备好了。什么叫父啊？儿子有成熟，父就是源头，父就是一切都预备好了，做儿女就是成熟，现成的。那应该都给你做好了，一切，那父的一切，他都是你的，早都是你的，儿子嘛。我们看到神创造人不能的，人没创造之前，世人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人预备了。那么今天，你知道神的心意，你今天成也好，得救也好，你需要的那一点，主都预备好。那旧约犹太叫什么呀？犹太教是要靠自己称义。那么，基督信仰什么呢？神早就给你造好了，神从来没让你靠自己称义，神给你预备好了给你的。那为什么有律法呢？律法不过是让你知道是个罪人，让你好谦卑，好让你知道神的恩典。那么你这个罪人，你靠着神的恩典，你自己称义不了，靠神的恩典得救，就这。所以说，那么首先，那么告诉他，那么九月就是神家中心的说法。那么今天你明白不明白九月的真理？九月的真理到底讲的什么？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中线这多次多方的效应两次，为什么多次多方你不听？不听就别说了，一次又一次的说，一次又一次说的目的呢，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也可能以色列人他们学历啊学的不少，但是他们都。他们自己都知道了，但是有时候心里不知道，那些话的心里不知道。再说这一个多次多方这一种一次又一次的，这叫重复，这叫唠叨。这个唠叨是让人很烦的。那说一遍又行，唠唠叨叨，实际上这个唠叨呢？唠叨确实那个听得很烦，你唠叨啥？但是呢，这个唠叨人，你知道他为什么唠叨？他是出于爱，他老想和你说话。那他老关心个事，翻来覆去的说，为什么翻来覆去说？他看你没听进去，他想影响，想改变你，他觉得很重要，你听不进心，觉得不重要，他老唠叨。是呀。
实际上，这个唠叨是出一种爱。你烦他也听，那他唠叨，他不管你烦不烦。这个当父母的都唠叨，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可能当父母，每一个父母都唠叨，但是小孩儿就觉着那么些人就是自己的父母唠叨，所有人都不唠叨。多重要的事儿，人家说一遍你也听听，不一听拉倒，人家不关心，这个人也没责任了。这个父母给你说话是看着，说看你没听上心再说，说看你没听心再说你得烦得不得了，又不理解，啊，很着急，哎呀，真的老唠叨。你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人唠叨，这个父母也不一定想的对，因为都是人。啊，孩子也不一定想的错，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个心是好的，他老是他觉得好的，他想着把那个思想再加给你。但是上帝和你说话，上帝可不会错过。你做一个罪人，所以今天你必须听神的话。有时候听父母的话不一定每句话都对，有的时候他水平还不如你，但是神的话可不知道。但是今天他讲的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个出发点。所以上帝呢？一次又一次说话，说这个话是吧？是你一直不听的话，悔改吧，悔改吧，不要再犯罪，啊，这个事要改，那个事要改，这不要再那个样了，不要再那个样了。他也不想改，就烦，就躲着不想听。他觉得要说，那老子离开父亲，肯定为了劳动，肯定为着不自由。肯定位置他俩想法不一样，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怎么知道神还没说？你们看到，啊，他离开父亲之后，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计划不有了吗？在家里的时候，就是缺两个字儿，不能任意，不能我想怎么干怎么样，这就叫不自由，这就叫冷饭，不能任意。仁义，啊，他可能仁心，他不一定仁义。他分家，往洋房去，这是仁心，但是他不能仁义，不能仁义，他又想仁心，那么他就离开父亲，在父亲跟前不能仁义，在这家里他说了不算，他离开父亲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说人远离神都是因为人不相信神，都是不愿听神的话。这一个神，我们看到宇宙万物都听神的话，都听神的话，就人不听神的话，他儿女不听神的话。你看那国家领导人往往都是这样，到那。一些那些单位上的负责人权力多大，到单位上都听的话，就到他家他孩子不听话，他一点办法有，他老婆孩子不听话，他老婆孩子也不当官，但是他老婆孩子不听他的，他孩子他得听他儿子的，跟他在听孩子，孩子一哭一闹，那要什么给他？所以好多这个干部。他成了贪污犯，往往是他家里的人，啊，整天在后头。你说人给他送礼，他不要，他老婆不愿意，那个叫乌鲁木齐吧，那个沈仲义，那几个字找他写字，那个时候多少年之前，觉得他在南京。当市长吧，那时候，这是从山东走的，有山东人，都觉得是老乡，找他去写字的。那时候带着1万块钱去的，觉得那就钱不少了，那天价的写这么几个字1万块钱。结果呢，到那一说，我是一个字1万块钱。说不管怎么样的，面子事儿是老一家来的，不行。不管怎么样，他说你就，就面子事吧，不行，他老婆不干，一分钱不能少。
你看，他没办法，他当不了老婆的家。说你这个师长，你全师都听你的，那到家里不行。所以，那上帝宇宙万物都管，这就是他的儿女不听话，不听话怎么办？他爱他，他也不愿他灭亡，那怎么办？就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吧，悔改吧。牛认识猪，你多么爱他，那牛他都会说了，驴都认说了，你人那个牲畜那个没有灵性的牲畜，他都知道感恩，那么就是人不听。我的命却不认识，以色列人却不留意。神的故事，所以神怎么办呢？用各种智慧，这样说不行，用哪种方法？这种方式不行，用哪种方式？命上加命，灵上加命，律上加律，力上加，多次又一次，这一次说又一次说，又一次说又一次说，用忍耐的心一说，你不听他再说点忍耐的话，忍耐的心。那么我们看到自古以来，那么神的话要说明神的话是坚硬性的，一直是，我们看到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楚，从这随着旧约的进程，神的心意。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随着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渐隐性。那么一直到新约，这是旧约，神记的故事，借着众神多次多方的小以利亚都向列都说话。那么到了新约，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向你说话。那么是上帝亲自来向你显现。也就是从来没看过神，只有符合的都是你自己将它表明出来。要说人看了我就是看了符，这样呢，众先知说的话，那么预言也好，预表也好，律法也好，盟约也好，应许也好，那各种教训也好，那么，但是末世的显现呢？是神亲自在肉身显现，上帝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住在我们中间。他本身他不是说话，他本身就是上帝，他本身是道，他这个人就是道，这个人就是上帝。上帝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帝。上帝在肉身显现，你看上帝看不见，他成为肉身。他在肉身当中说话行事，他的生活工作，把上帝表明出来。他的工作是上帝在你，他做的一切都是上帝在你。他在这里，他的所作所为，上帝的言行举动，成为人让你看到上帝怎么说话，上帝怎么行事，上帝所作所为，上帝的一言一行。那么这种启示，神在肉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就在末世借他儿子向我们说话。这样呢，那么犹太教，你不管是不是根据旧约，他认为是根据旧约。旧约你到底明白没明白？旧约一直我们的祖宗他就一直没听神的话，他也没听明白，他没听进去，他没也没这么做。那么就在这末世呢，神道成肉身，亲自向你说话，就在末世叫儿子向你说话。那他是神，这个人是谁呀？你知道神的儿子谁？你认为你是新鲜值，你今天新鲜值，我们今天给你传耶稣，你知道先知是谁？耶稣是谁？基督是谁？他们都是神的仆人呀。这个人是谁？他是神荣耀说法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
他常用权的命令拖着万有，他吸引了人的追求，坐在高天直达这右边。这个人是神农药说法的光辉，是神本体真相。你今天你尊重的旧约那些先知，你看到现在这些神的仆人了吗？现在啊，神的仆人就像现在牧师啊，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呀，啊，一个传道人呀，就是神，就是一个人呀。这是他在树林是个人呀，你说在树林的神的仆人能够和耶稣比吗？啊，松上街树林，松上街能和耶稣比吗？啊，你说，就是说目的神在用他能和耶稣比吗？你说旧约的大卫也是个人呀，亚伯拉罕是个人呀。就现在的神的仆人，古时的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这个人是主人，是宇宙万物之主，是上帝道成肉身。旧约是神的众仆人、众先知，啊，一次一次向人说话，他向你说话，现在他说话是见证基督，见证神。现在神亲自来了，他向你说话。他是神荣耀说法的光辉，神本体真相。今天什么是基督教？基督教是神在肉身显现。那是不是犹太教？犹太教他自认为秉承旧约，旧约你跟人们当中说你这个犹太教它不等于旧约的信仰，你是误解了旧约的信仰。为什么呢？真正的基督教啊，旧约新约，这都是一脉相承的，整个的，这个基督教什么呢？是秉承着神在古时间种下的一次一次的小雨点子，一直小雨来小雨不停，神的儿子亲自来了，接了他儿子小雨我们，这个人是神荣耀上华的光辉生命，这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从古到今，从古时到末世一脉相承的。你不要把旧约和新约把它隔离开，你不要因为你这个犹太教是旧约信仰，你今天离开基督教，回到中先知，中先知犹太教他本身就没能明白，一直在没听神的话，他一直到现在他没听神的话，你今天好容易听了神的话了，信耶稣了，你要想回到犹太教里头去，对不起，此路不通。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不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就为脱离凶恶。以国度、权力、荣耀，全是父的，知道吗？